在一个五线小城市买一份烤冷面要花多少钱？今天咱们就来看看。大姨先给我热热这烤肠，烤冷面给它加点油，再给它翻一个面啊。做这是一手艺活啊，得给它摁摁，烤得焦焦的。打一个母鸡蛋，这是老板家的秘制酱料啊，洋葱多来点啊，辣椒少来点，多来点辣椒，来一点，加点这个番茄酱，来点醋啊，兄弟们，烤冷面出锅了。早晨没吃饭，我又跟大姨这买一煎饼，同样的打个公鸡蛋，来点这性感的小芝麻，刷的这个是酱豆腐，撒点这个葱花香菜，再加一根肠吧，这个鸡肉多少钱一共？你给我十二，十二给我谢谢啊，老给我优惠优惠。太好了，拜拜，拜拜拜拜，饿一天了，哎呀，这一天家也没人啊，就外边买口吃的得了。烤冷面、鸡蛋灌饼、手抓饼、煎饼，这都是我的最爱。粗茶是6块，加细的是5块。兄弟们，再来口这大煎饼，他们家这煎饼个儿超级大，然后加根肠应该是1.5块，人家给我还优惠5毛。这煎饼太大了，一个就管饱，抻出一根茶来啊。